朱元璋称帝后，给34位功臣发了免死金牌，为何只有两家得以善终？青梅煮酒，闲话古今，欢迎来到有史料。本频道主要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历史故事，有兴趣的小伙伴请点击订阅和小铃铛。创作不易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免死金牌一般指丹书铁券，发明者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。刘邦夺得天下后，让人制造了丹书铁券，作为赏赐分发给了他手下的开国功臣。刘邦时期，丹书铁券没有免罪、免死的许可权，只是一众加官进爵封侯的凭证。刘邦给韩信、彭越等异姓王分发了丹书铁券，但是这八位异姓王，最后六人被刘邦杀了。北魏时期，丹书铁券才有了护身符的作用，可以减轻罪行。隋唐时期，丹书铁券变为了金书铁卷，皇帝会给开国元勋、忠信之臣赏赐铁卷，甚至一些宠臣、宦官也能获得铁卷。南北朝时期，金书铁卷才有了免死的许可权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免死金牌。朱元璋称帝之后，枪跟随他打天下的李善长、常遇春、李文忠、汤和等34位功臣，封为了公爵、侯爵。朱元璋为了重赏这些功臣，还特地让人到浙江借来唐朝时期遗留下来的钱镠铁券，然后仿照钱镠铁券打造了一批金书铁卷，将他们赏赐给了大明的34位开国元勋。朱元璋对金书铁卷的用途和免死次数做了明确规定，金书铁卷谋逆不用，只有其他死罪。同时，金书铁卷免死的次数也有限制。朱元璋焚发给大明第一开国功臣李善长的金书铁卷，本人可以免两死，您孙可以免一死，只能用三次。其他功臣获得的金书铁卷也只能免一两次死。免死金牌虽然有免罪、免死的特权，但根据历史专家考证，免死金牌很多时候不但不能免死，还招死，是一道催命符。例如朱元璋时期，获得免死金牌的34位功臣，大多数被朱元璋杀掉了。朱元璋除掉的第一位有金书铁卷的功臣是德庆侯廖永忠。廖永忠跟随朱元璋七剑，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尤其是鄱阳湖之战中，他率兵和敌军死战，帮助朱元璋击败了强敌陈友谅。朱元璋拿下天下之后，廖永忠又制造事故，冤死了小明王，为朱元璋清除了称帝之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。廖永忠擅自做主，杀害小明王一事，让朱元璋非常不满。因此，朱元璋降低了给廖永忠的赏赐，将有资格封公爵的廖永忠封为了侯爵。洪武八年，廖永忠因僭用龙凤等违法之事被赐死。朱元璋杀的第二个功臣是朱亮祖。朱亮祖是元朝旧枪，跟随朱元璋后立下了赫赫战功。朱亮祖镇守广东七剑，勾结当地豪强为非作歹，又使朱元璋冤杀潘宜县令道同，因此惹怒了朱元璋。朱亮祖犯了杀人罪，没有犯谋逆罪，金书铁卷可以救他性命，但朱元璋没有下令杀他，死罪可免，活罪挪逃。朱元璋让人打朱亮祖50鞭子，鞭子还没有打完，朱亮祖就被打死了。临川侯胡美是朱元璋的岳父。1834年，他带着女婿擅自入宫去看望李宁。朱元璋得知此事后，勃然大怒，以协同其女婿扰乱宫禁为由，将胡美和其女婿赐死了。胡美弟行为也有谋逆之嫌。洪武13年，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为由，将胡惟庸捉拿入狱并处死了。但是胡惟庸案并没有就此结束，一直持续了10年时间之久。韩国公李善长、列侯陆仲亨、已故的滕国公顾氏的子孙等众多功臣被牵连其中，被朱元璋下令处死了。李善长拥有的免死铁卷可以免其两死，免其子孙一死，但唯独不免谋反之罪，所以他即便有免死铁卷，也救不了一家70余口人的性命。朱元璋清洗功臣的工作远远没有结束。洪武26年，朱元璋又以亮国公蓝玉意图谋反为由，将其赐死了。随后，朱元璋以蓝月案为契机，将傅有德、平胜、王弼等在内的二公、十三侯、二伯除掉了。宋国公平胜没有深谕蓝玉谋反一案，但由于其功勋太多，功高阁主，让朱元璋放心不下。在蓝月案爆发后，朱元璋将其召入京师，无罪赐死了。尹国公傅有德没有犯罪，蓝月案爆发后也被朱元璋逼死了。正所谓，既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平胜、傅有德等人死后，朱元璋最忌惮的就是信国公汤和了。汤和是朱元璋的发小，在郭子仪帐下时，汤和是千户长，朱元璋是个普通士族。两人一起走时，汤和却选择走在朱元璋身后，对其很恭敬。朱元璋称帝后，汤和更加谨小慎微，谦卑恭敬了，这让朱元璋对他比绝放心。
朱元璋为了以绝后患，还是不打算放过汤和，他将汤和召入京师。此时汤和已经病入膏肓，连话都越不清楚了。朱元璋看住病重的好友，内心十分感慨，病重的汤和威胁不到他了，最终朱元璋放过了汤和。次年汤和就病逝了。汤和是朱元璋手下为数不多的能得以善终的功臣，朱元璋并没有杀光功臣，例如长信侯耿炳文，朱元璋就将他留给了孙子朱允文。在晋傩之役中，耿炳文曾率兵对抗朱棣，但不幸的是他输给了朱棣，没有替朱允文保住江山。朱棣称帝之后，其手下的刑部尚书郑慈、都御史陈英等人不断弹劾耿炳文，导致耿炳文畏罪自杀了。除了汤和之外，明朝的开国功臣武定侯郭英的结局也很不错。郭英跟随朱元璋七剑，立下了不少战功，但他的光芒、威望、功勋等不及平胜傅有德，对朱元璋的威胁也有限。郭英的妹妹还是朱元璋的宠妃宁妃，所以在朱元璋屠杀功臣时，郭英最终保全了自己。晋傩之役后，朱棣夺得了天下，他随即罢免了郭英的官职。同年郭英病逝乌家中，朱棣也就没有打压他。感谢您的观看，创作不易，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您的点赞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。